是我心机哦，好像乌鸦乱啼乱哭，乌鸦生来吉凶兆，吉凶味道上油条。后生个心急眼跳，又受你难安。敢讲是阮阿叔计较人家，发生什么大事？即马天色已暗，等待明天天明，才偷偷来去甲伊看卖呢。我顶死过下死数，我嘛要爱恁恁干白命少。
过啦。你即摆咧无法当过我，就怪大埔就亲像迄山后咧，我看袂着啦。再埔的群你怎么群袂到啦？有在叫你做吗？你讲啊！叫！叫！